就是韩国人。哦，韩国人真的很烂吗？很烂。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我来讲哈。嘉勋，那你讲一下麦当劳。McDonald's。你看。比小百合还更不清楚有没有？对啊，我们说麦当劳，你怎么在讲肯德基？他讲麦当劳啊，你是说麦当劳？对啊 ，McDonald's 啊。哦，他说甜甜圈嘛 ，Donuts。对啊 ，McDonald's。那是英文啊，真的很烂。我跟你说，有一次，因为我们在这边录我们的节目，常常就是他们会问我可不可以载他们去那个捷运站，因为我开车嘛。那有一次，我跟他、跟马丁、跟张勋、跟马丁，我们去下去。那张勋跟我说：“哎 ，Dude, I pack shit。”啊？怎么？他说什么东西 ？You pack shit. I pack shit. 说我说什么意思？他说哦，我知道 ，I shit pack. 哈？我说 what？ 那我想了很久哦，我知道，你应该要说 I'll sit in the back， 坐后面的位置。这也差太多了吧？也差太多了，有没有？然后就说 no， 你要怎么讲？你要说 I'll sit in the back。他说哦，我知道 ，I'll shit in the back。我说 ，If you sit in the back of my car, you dirty little mother。后面他真的 shit in your back。然后说你的这个为什么拼的那么那你发音那么烂？你到底什么意思？我觉得我讲的还不错啊。那你再讲一次，看一下有没有进步。等一下，我要脑一次整理一下。OK， I want to shit in the back。你看 ，I want to shit in the back， 他还是念错啊。会不会是你理解错误？他是真的想要在你后面大便啊？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啊。I wish you would. I wish you would. 你的后车位不是马桶。It'll be the last thing you do. Shit, shit, shit. They have to carry you up out of here. Shit, shit, shit. Sit, sit, sit. 为什么韩国人英文可以都这么烂？因为就是韩国人的英文就是韩国有 Konglish 嘛，就是韩国人会有自己的发音来讲英文。对，但是我们觉得我们韩国人之间都可以沟通啊。但是你们韩国人之间可以沟通，就讲韩文就好了，为什么要讲一个别人的语言，然后那一个国家的语言还听不懂？但是我们已经习惯了用这个韩国的英文，所以是我们跟他们讲，我们以为是他们一定会听得懂，所以我觉得他才奇怪。我很喜欢去那个国外旅行的时候，去当地的健身房嘛。可是我去的那个 hotel 是刚好没有健身房，所以我就找附近的健身房，然后我在问路人说：“哎，我要 gym。”然后可是大家都听不懂，哎 ，where gym where gym 都听不懂，然后我就觉得啊，我日本人的发音是应该不好，所以我就那个肢体语言说，哎 ，where's a gym a gym gym 这样子，大家觉得你要找吉米吧，一个男生，可是最后的人才终于听得懂啊 gym， 然后带我去一个地方，哎，那个 Pugun Pugun 就是很附那个附近的感觉，对对对，然后。他带我去一个地方，可是到的地方是邮局啊？为什么？然后啊，怎么办？请问将军 Jim， 你们要怎么讲？邮局，我们叫 Health。Health， 你们听得懂吗 ？Health， 健身房叫 Health 的 Health， 对，因为就是健康嘛。我们都是讲，哎，要不要去 Health 这样？运动是医院叫怎么讲？医院啊？医院，医院 ，Hospital 啊。Hospital， 那是正确的。为什么那个健身房？那你叫做健身房叫做 health， 对啊，你们是 health 嘛，对不对？对 health。那如果是真的去 health， 那你们要怎么讲？我们直接讲韩文啊。酒家为什么要讲英文？没有，对啊，那你们为什么要健身房？为什么要讲英文啊？对啊，如果你家里面这个楼下有健身房，它就是叫做 health house 吗？那我是 house health 啦， house healt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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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已经很 confused， house health 啊。然后反正那个看那个我问的路人是给我看照片 ，health 的照片是健身房的照片，我才知道啊，原来是在韩国的话 ，health 就是健身房嘛。那为什么带他去邮局？因为韩国的这个 gym 这个 gym， 我们叫做 gym 嘛。这个意思是东西的意思，行李箱啊，什么要寄东西的那种意思，所以是应该带他去邮局是吗？啊，对，好像应该是这样子，就是这个意思。可是如果在日本 ，health 的话，那个的意思是小梁哥懂。啊？小梁哥知道 health 的意思吗？我真的不知道。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聊聊看，没关系。就是如果在日本 ，health 男性保健按摩。对，这是对，这是风俗店的意思。风俗店，只是你也常去，是好台湾小吃，不要这样这样子，真的很让韩国人的英文真的。
不是不好了，是出国非常不好。没有，不是在韩国国内都可以沟通，但是出国它就变得麻烦，因为韩国的 Konglish， 因为我之前就是在大学宿营的时候啊，就是跟他们一起玩玩，然后最后就是他们会给我一张 A4 纸，然后互相交换那么个感想啊，什么手机号码之类的嘛。很多人跑过来问我说：“你为什么你的手机号码是对吗？是那个是指手机的吗？”然后我说：“对啊，怎么了吗？”结果我写成这个。My cell phone。嗯，因为是 handphone 是韩国的手机的意思。嗯，但是我、哦、真的、哦，对，我觉得 cell phone， 我刚刚当初听的时候，我以为是卖手机。嗯，因为 sell 是不是卖的意思吗 ？S E L L。但是那个音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因为我们习惯是用 handphone。但是 handphone 对 handphone 你手上的 APP 是 handphone， 就是爆炸的手机。哎，我有一些 handphone， 你要不要买？所以它直译就对了。对啊 ，handphone 就是也是一个韩式的英文，我们都是这样叫的。你们没有，两位前面两位没有听过 handphone 吗？但现在才听到，对啊，第一次。但是你们听得懂吗？看得懂呀，这个意思。谁看得懂？我知道你的意思，因为意思是。但是主这里。翻那个手机就是 handphone， 就是这样。大学的时候有很多外国朋友嘛，然后那时候遇到一个日本人，然后我那时候很喜欢穿这个衣服，这个叫怎么念 ？Jersey 嘛，然后就是那个日本人也是很喜欢。你再念一次，你说是什么 ？Jersey。不是。Jersey。哎 ，Jersey 啊 ，Jersey。你确定你要求你就他的要跳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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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日本人在教韩国人念英文是不是你可以不要教我吗好有趣的画面哦那时候就是日本人跟我说哎，你的 Jersey 很好看但是他的发音让我很怀疑然后说哦，我没有给他看过他怎么知道我很害羞对哦，你是那个是韩国的对韩国的男生的那边然后那时候他一直说，哎，你的 jersey 很好看 ，jersey 很好看。然后，他们是老师，他们是老师，真正给他看过。对，我不想给他看看。然后我就这样害羞，因为我没有给他看过，他怎么一直在讲我的那边很好看？后来才知道是 jersey， 应该是 jersey。乔百合，前面三位可不可以赶快念？如果你穿太大的 size 的话，他会说你的 jersey 好大哦，这样吗？嗯，哦，开心。所以这正确念法到底是什么 ？Jersey 一样啊，错。你是说 Jersey， 你是说 Jersey， 他是说 Jersey。哎，杜丽是说 Jersey。杜丽说你念错了呢。对啊，本来就是 Jersey。Jersey 原本是一个英国的地方，然后所以我们说的那个地方标准。美国也有一个 Jersey， 好不好？你们有新的 Jersey， 像你们有新的 York， 我们有原本的 York。你看，连这个你都听不懂，他现在讲的是一件衣服，叫做一个 Jersey。我觉得有时候因为会觉得英文很好用，所以你出国的时候去别的国家，就算他不是讲英文的，那我们也不会他的语言，我们就用英文讲。可是我每一次到韩国去，我都会很挫败，惹怒我，对，因为我就觉得我已经讲得很简单了，然后他们就是不愿意帮助我。你有没有发现？我觉得韩国人的英文比日本人还差。哎，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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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他们的理解力是真的。你可以说我们不在这。你知道我在饭店，我只不过要讲说少一个枕头嘛，那我就跟他讲说 ，Can you give me one more pillow？ 就这么讲，我已经讲到很简单，超级清楚，很慢慢的讲。他跟我回答 ，OK， yes。然后我到 check out 都还没拿到那个枕头，他搞不好还有拿东西，还没有。然后、就是、他有没有下一句话是 My name is Jenny？ 没有，然后 My name is Eddie。说不定他觉得，说不定他觉得 Yes I can but I won't。就是弄我就对了，结果我就拿那个地图。为什么我发现他的英文是不好，我就没有生气？是因为我拿那个地图，我跟他讲说，我从这个饭店我要走到东大门，我想用走的，怎么走？你可以告诉我，画一下线给我。他就说 OK， you go。好，加油！他以为你只是想跟他分享你的日常，你今天要去东大门，我要去东大门。他还想说，那么冷静他还想说，奇怪，我当不当了好好，他跟我掏心掏肺干嘛？我你知道他是一个五星级饭店在拉比耶，我心想说，我不会这么倒霉吧？我怎么每一次都遇到同一个人呢、啊嗯？他就想说 ，Yeah， you go， you go， you go， 要指那个门口给我。啊、Why？ 对、啊、你们的英文真的。很多单字都是英文直接翻出来的，所以韩国人很都是听得懂很多单字，英文的单字，比如说这样，你们看不懂，但是我听得懂。你看啊，这第一个是 meeting， meeting， meeting，
对，第二个是 coffee，copy。然后 coffee 跟 copy 差很多。对啊，It's coffee, coffee 是不少的 ，coffee machine 完全不一样。没有，就是 copy 就是咖啡的意思。不是没有，那你们要去影印呢？影印 copy 怎么？那你们要怎么说 copy？那就一样，不是，等一下，你现在对着那个镜头讲咖啡跟拷贝开始。真的，我非常清楚 ，copy 是咖啡 ，copy 是。那你现在用韩文讲说，你现在要去买咖啡去影印。啊 ，copy 사고 copy 할건데요一样啊。怎么了？是不是他明明就说我要买一杯咖啡，然后再喝那杯咖啡？重点是韩国人都会听得懂。你确定吗？确定。问题韩国人听得懂，外国人听不懂啊。然后我们去讲的时候，你们也听不懂啊。这个重点是韩国人其实懂很多英文，但是他们有一个发音，就是我们的发音你们听不懂，因为我们叫 Konglish 嘛，就是把韩式英语嘛，就第三个是 book， 大家都知道吧 ？book。book 啊 book 是说 book 还是 book？ 就是那个书 book 对，第三个就是梁鹤群的梁哥的名字 Kenny 梁哦，这是这样子写，对，就是这样子，直接可以念出来。你可以慢慢念吗？哪一个？他的名字 Kenny 梁哦，那是什么意思？他的名字哦，小梁哥的英文名字，真的叫 Kenny， 不是骂脏话的。不是啊，真的 Kenny 梁。我懂，就有点像罗马拼音。所以他们是这样子把它弄出来。对啊，然后就是 computer building， 啊 ，building， 就是建筑物、高楼大厦 building。哦 ，building。但是如果我们去是说 coffee， 你们会听得懂吗？还是一定要？应该会听得懂，就会带你去影印啊。听得懂。没有 coffee 应该会听得懂，一定会听得懂。可是我发现他们韩国人是因为他们只听得懂他们的 Konglish， 因为如果我讲正常的，他会一头雾水。对，会，然后就不理你了。对啊，会跑掉，就没有办法。所以如果你去饭店的话，你像水饺，但是他们不会给你披露，你要问一个 coffee 啊。披露？出现了。他以为你要披露。他听不懂。算了。好，没错，我还有这个故事。但是韩国人会讲，但是不会拼。重点是这个，因为我前几天跟那个好长哦，前几天跟那个我们的制作者姐姐那个蕊稿嘛，是，然后就是我跟她说，我给了她一些单字，就是后面的这些单字，怎么样？因为姐姐跟我说，哎，江勋，你这是故意的吗？然后我就说，什么是故意的？我很认真啊，我怎么了吗？然后那个姐姐就传给我这一些字，然后我说，我有错吗？很认真的拼，结果全部都错了。这，是你们自己故意打这样还是？没有，因为我们是会念，但是不会拼嘛，所以我们大概有自己的印象。就是 com 的话 ，c o m 就是 com，p u 的话就 p u t e r。你们的咖啡是念 copy， 应该是 c o b b e 哦。没有 copy， 我们是 p 的发音，应该是 p。对对对 ，c o p p。对，但是在我们念很奇怪。我蛮好奇的那个 MC Donald 那个 rapper 好听吗？MC Donald，MC Donald， 哎呦呦 ，MC Donald， 有有有，太大了。不是你在刁他，他也听不懂你讲什么。我听不懂，你可以讲中文吗？所以每个韩国人写的都会不一样嘛，他们就靠他们自己想象嘛。就是比较难一点的英文，但是你确定 computer 有难跟 coffee 有难吗？什么？我跟你讲，他们真的英文烂到什么程度？就是说，我看他们的综艺节目。像我们以前综艺节目也都会拿这种什么英文拼音啊来玩嘛，对不对？可是他们英文烂到是那种很简单的 strawberry， 他们拼不出来，他们觉得这文字很难。来拼一下吧 ，strawberry， 谢谢。strawberry， 这个应该我会了，这个可以吗 ？strawberry， 对，但你会吧？我会啊。你干嘛飙高音啊？我什么尖叫鸡啊？所以你会拼吗？可以啊。美人逞强，那你写啊。好，现在来看江勋的，好了。好，我写对了吧 ？Strawberry 错啊，但是我可以念出来啊，我念出来的话我可以念出来。不要偷看，唯一在偷看。我看错了干嘛呀？唯一偷看。差不多嘛，差不多。差不多，差很多哎，缺一个字而已。等一下啊。他要偷看，我没有偷看啊，我你在怀疑？对的吗？要不然，算了啦，喂。好，我不会。好，我看你的，我看你写什么。你写什么？我没写完啊。
我只听听到前面这样了，我还想后面说 S T R S T R A W。好，飞弹你的，哎，那我会，对吧？对啊，对对，飞弹你也是对的啦。我缺一个字。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念出来，念出来的你们都会听得懂。那你念，你念看看。Strawberry， 哎 ，strawberry， 太久没用了。Strawberry， strawb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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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手拍手。韩国人的英文真的哦，没错，江勋就是真的是证明这一切。因为我之前有认识一个韩国男生，然后在台湾认识，但他过没多久就回去，回去之后因为他就有点意思，觉得想要多认识，这样追求，他就会打电话跟我视讯，然后视讯的时候我们就很试着用英文沟通，但是他听不懂我讲的，我也更听不懂他讲的，然后他也会常常用 Google 翻译，翻完之后用翻成韩文，可是我用他用韩文翻成英文，我再把英文又翻成中文的时候的过程，好累，会差得非常远。因为简单的他的英文对话我可能还听得懂，但他如果要跟我长期叙述他的心情，比如说我以前交了一个女朋友，我觉得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遇到你之后，我发现你怎么样怎么样，出现我翻到最后的字就是会说我以前的女朋友很dirty 之类，就是有点淫荡什么那种，他会翻最后，说不定翻得很正确啊，真的吗？也有这样的女朋友啊。然后翻到最后变这样，我就会一直想说，一个男生跟我说他前女友很淫荡，这样到底是正确还是不正确？他在试探吧。然后后来他就说，那不然我去学中文好了。然后他就决定找一个老师学中文，但他学会了我喜欢你，我觉得你很漂亮，我爱你，然后我们就没有再联络了。为什么？因为 太难了哦，因为太难学了。他觉得台那个中文很难学，然后可是我们比较想知道他前女友到底真的很夸张。我也不知道。然后他就因为他原本想要表达的意思，好像后来他的朋友有会中文的跟我说，是以前的女生比较外放哦，然后他觉得我比较内敛内向，可是翻到最后不知道他怎么打的文字就变成淫荡这样。哦，但是我就是韩国的，又在奇怪哎，怎么了？不是啊，因为你在一直在笑我们的日本人的英文，但是呢，我有一次在那时候去学校，那时候不太会讲韩文，但是我突然想要那个 McDonald's， 什么 McDonald's， 好好讲，那么厚道啊，就是那个麦当劳，对不对？那你看哦，我跟那韩国的朋友说 ，I wanna eat McDonald's。他说从伊豆那边就已经没办法听了。他一直说뭐야무슨말인데 McDonald's， I want to eat McDonald's。他真的听不懂哎。哎，那韩国麦当劳怎么样？好，麦当劳，那我先，那韩国的话叫 McDonald's。你听得懂吗？那等一下，我有准备哦。请问一下，那个贝尼托，法文的麦当劳是什么 ？McDonald's， 韩文叫 McDonald's。不一样。McDonald's。不一样啊。未来语啊，你在一直说 McDonald's 啊 ，McDonald's Starbucks S 啊，是 Starbucks 什么东西啊 ？Starbucks， 对呀、啊，很奇怪的音啊，比较接近哦。我跟你讲，你们比较空兵一点哦，不用再欺负我。我跟你讲，是这样听完还是觉得日本的比较奇怪？不是，因为你日本音转的比较多啊。没有 Starbucks、McDonald's、Mos Burger。Burger King 有没有？不好意思 ，Mos Burger 是你们的好吗？所以啊，你要尊重日本的，你们就是以后台湾的观众从今天开始不能说 Mos 汉堡，说 Mos Burger 好吗？我们也都念 Mos Burger， 我们也是对啊。对啊，对。我要帮他讲一下话，韩国人的发音真的很奇怪，尤其是英文的数字。有一次，我很久以前我在语言学校在台湾，我的一个同学是韩国人，那有一次我有一天生病没有来上课，然后隔天我去。然后我问他按呢，我们昨天是第几章？哦，叫他就跟我说 pipe， 我听不懂啊。那另外一个同学是印尼人，我问他 pipe 是什么，他说我不知道。pipe 哦，为什么 pipe？ 因为韩文没有那个音，韩文没有那个像注音的 b 跟 f， 也没有这样，也没有这样，韩国就是 pa。就是 P 这个音，对，都是通用的，所以韩国的就是 S 结尾都是 S。那你他们讲牛排也是啊 ，steak， 对，后面那个就是结尾，那你没有像日本那么严重。没有，那我们来比好不好？好你那个您刚刚一到十，
用韩国的哦，韩国。OK， 我就很韩文，我就很 Konglish， 好不好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韩国，这是非常韩国的。韩国好，韩国。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哦，这个输了 ，OK， 这个输了。比较好懂哎。麻烦两位一样烂的英文，不要浪费我们时间。法国的，要不要听听看？法国。One two three four。Five, sexy, 好 sexy 哦。Seven, eight, nine, no. 错了，你讲错了 ，no。他一到十怎么念不完？可是不管怎么样，你看他的特写的画面，跟刚刚梦多的那就是天壤之别啊。胡闹，胡闹，好多。当韩国、日本剪掉，留这个就好了啦。听起来多好听啊，真的。朋友就是跟一个英国人在一起，然后那个英国人讲中文非常厉害，我们三个一起聊天，那时候英国人一直在抱怨他自己工作的事情，明明他的工作是很好的，明明就是差不多一天只做四个小时就可以赚，一个月可以赚10万块啊，但他还在那边抱怨，我朋友就受不了，他听不下去，他就讲了一句话英文，他就讲了一句话英文，他说 Hey guy， 要好好听哦 ，Don't pick bones in eggs。哦，不要鸡蛋里挑骨头，大家听得懂啊？直白啊，听得懂啊？ Okay， 简单，你们这都听得懂吗？当然啦、啊，啊，你们是台湾人呐、啊啊，这怎么听得懂啊？我也听不懂，我也听不懂，我也听不懂，谁会听得懂这句话、啊？每一句都是英文呢、啊啊。它正确的意思是 to look for a flow where there is a flow。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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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不懂，为什么要补这句？为什么要听不懂？对啊，为什么要讲啊？再讲，再讲一次哦。就我好好听，大概需要两次。To look for a flow where there is none。为什么要找青蛙？To look for a frog。To look for a frog。呱呱呱呱呱！我讲错了吗？我忽然蛮怀念梦多的英文。对啊，我比他厉害。前面那个例句好多了，是不是？也不是完全做，但是就是很明显还在 Google 上找这个东西。不好意思，他刚刚到底讲什么？他是don't look for a flaw when there is none。就是不要找一个没有瑕疵的 look， 是这个、嗯、不要在没瑕疵里面找瑕疵。我讲的英文呢我就非常的讨厌，因为我每次来二分之一场录影就是跟这些人嘛，就是他们都会讲英文，这些人真的很烦、哦、对，很烦，因为一直在讲英文，他们明明会讲中文但是一定要讲英文嘛，我都听不懂，但是我也没办法，我 有的时候装懂懂啊，对对对，但就讨厌杜丽，杜丽不知道莫名其妙每天跟我讲英文，他知道我不会英文，他还一直要跟我讲英文。就上个礼拜录影的时候啊，他一直在笑啊笑，又突然问我一个问题 ，How long have you been in Taiwan？ 然后我就这个很简单嘛，就是你来台湾多久了，我就很自信的讲 ，Five years old。5岁就来了，啊！我们怎么都知道呢？好幽默、哦，江勋。对，那时候的那个杜丽就是这个反应啊、哦。我觉得他说：“哎，江勋你好幽默、哦、什么的。”又跟别人讲：“哎，江勋真的好幽默、哦，他装不会英文呐、啊。”以后杜丽再认真问我：“你到底什么时候来台湾呢、啊？”以后我就说 ：“Five years ago。”然后杜丽说：“你真的不会哦，我真的不会啊，拜托不要再跟我讲英文。”Hello， 大家好，喜欢我们的节目吗？按下铃铛订阅我们的二分之一强 YouTube 频道，最新影片随你看，精彩内容不漏接。